FBI， 我有五件事要跟你讲。第一，你那些在 YouTube 上所 po 的影片啊，所留的言啊，你要删除。因为我真的心里不好受，但是你满你的帅来自你的脸，你的丑来自你的嘴，你那一张龅牙真是龅牙，你让我龅牙吗？你龅牙还有黄黄的污垢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这缺点呢、欸？然后第二件事情，请你不要那么的骄傲。其实你没有很帅，我没有说我很帅、啊，可是你比我丑哎、欸。你戴那个眼镜是老人戴的、欸，还有你说你每天都洗头，你用水沟洗的吗？哦，我真不知道要怎么讲了。而且你的腋毛也不刮一刮，还有我看到你身上一点一点的，我真的想要吐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人家自表妹都比你好了，泰南哥都比你好了。第三件事情，你，请你尊重观众的眼睛。观众，他其实是看你好笑啊，仔。虽然我也是啊，可是我没有那么夸张。他虽然是看 FBI 你好笑，他才会去看你的频道。但是你怎么跟那么骄傲啊？然后你点阅那么高哎、欸，我真的很崇拜你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了，然后你先给我喝一口水。你真的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哎。第四件事情，我想要说，你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去凸显你自己的优点。其实优点也蛮多的啦，第一龅牙，第一龅牙，第二侮辱板桥人，第三一毛太长，你的优点蛮多的。然后我知道我现在五个缺点没有讲完，是因为我思绪被你打乱。我只想要告诉你，我只给你个建议，你要不要听随便你。FBI， 我只想跟你说，邓家环这个大傻逼。